这个没有那么多吗？没有一样的。这个没有那么多吗？没有。那你拿这个到学生们吃的不一样的那你们拿一样的。那这种的有没有一样的？这种的有没有十五个？这种。啊，没有，他没有十五个。那你这一天咋卖的？一天的。你看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对。你看这种有十五个吗？十五个，对。这东西贵的。不是，我意思拿一样的，要不然不一样不好。没有一样的。这种有没有？这种有吗？没有。十五个这种有没有？这种也没有啊，都没有啊。你说你咋整？你咋卖的？一天？先就这样吧。这十五个吗？拿给学生吃吧。一车这一车雪糕多少钱？哥，我还得点，我不知道。让他点，然后旁边有咱们有车，咱们司机会在旁边记多少钱多少钱。这一车让他发给让老师发给孩发给学生吃，老师知道哪个是学生，让老师发。啊。这个这一车挺多的呢，一车好多，你看满满的。这一车都别挑了，这一车都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一车都买了，你说咋这得点点让他点一车，让他估算不行，估算会多说好多钱，多说可能多说一千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里面多少钱。谁想吃就来呗，就谁来吃呗，自助。那一会就乱了，就得排队，要就排队，排好队让学生们吃。那你问问他，这雪糕有多少？你让他算算有多少钱，让他算。算算啊。那我是我